这个螺丝都固定了哈。 这是那个加湿器，这是。对对对，套。这每个这个里面都配了个这个。这是一个喷油器配一个还是怎么着？一种配件。对，一种喷油器配一个。一种配一类喷油器配一个。螺丝拧住，这全部都拧住之后，这边绞线都会吧？有个来边。现在没有过，现在是。不能拿线上啊。它那个也是从那上面控制来，合作是吧？在这边看到吧？哪里的？这个。UIUP。 点上了，然后也是和那个就是喷油器一样了，选数据，从上面选择数据，这个直接从上面选就行了，和那个喷油器一样的，然后选上之后，选完零件号以后就开始测量，然后直接点开始就行了，它的数据直接落到这，都一样的。 这不能开，这个不能没加机油，这个单身证。接到这儿，这点输油泵。等选完之后点个输油泵，输油泵之后再点开始。这个是要点输油泵是吧？对。